十七岁的梦真的有迷茫，剧情意外的走向，冰与火的热烈碰撞，推开青春年少帷幕的开场。陪伴的时光，坚定的梦想，心事暂时都隐藏。虽然一路跌跌撞撞，莽撞的青春从来不怕受伤。慢慢学会勇敢坚强，幸运有你一起成长，约好未来也一起闯，追梦路上成为更好的模样。长跑在掌声里分享，微笑够张扬，描绘我的超级梦想，邀请你将颜色贴上，心间自己传递力量，装满了向往，渴望我的超级梦想，我们相会未来远方。小花，徒弟，回来了。嗯，回来了。谢谢，谢谢。怎么感觉有点不开心呢？其实我也不太开心。学开这么早，价格没放一样，怎么可能会开心？集训那儿有人欺负你，是不是？谁敢欺负我篮球会的徒弟？你告诉我。没有。怎么跟个茄子似的？双打的茄子，双打的茄子似的。我算是知道了什么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比你有天赋的人还比你努力。就这？这还不重要吗？我觉得我考不上京大。徒弟啊，努力的人都会有好的运气的，而且你去之前可没有这么厚的茧子。我本来就没有别人有天赋，我再不努力就……你已经很努力了，我看你上次发朋友圈是凌晨三点多吧，你也不可能24小时都待在画室里吧？还有多久考试呢？还有4个多月吧。我除了努力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你还有4个月才考试呢，你着什么急？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对不对？加油，你是最棒的。可是我……是谁说人生的画笔要掌握在自己手中的？怎么现在遇到这么点挫折就要放弃了？我没有。那不就得了，记住不要被别人影响了，做你自己就好。你这不还有我们呢吗？嗯，说的可不就是吗？先抛开我不说，林东是谁啊？咱们陈俊三高大神，有他这座靠山在，这可是你那些同学羡慕都羡慕不来的。对，不到最后一个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嗯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走，走吧。哎呀，你们俩呀，真让我把心都操碎了。堂堂 Captain 陈俊。都快成知心姐姐了，骑这么快，挑战我是吧？我不允许有比我篮球会骑得快的人。看到这几个小子骑这么快，快乐，快乐，快乐，
但是不要忘记把自己的暑假作业都交过来啊。好好好好，那好，还有一个。班长，这是我的作业，这个也是给你的。说我人最重要是什么？就是自信，只有你有自信才能。辉哥，昨天晚上比赛看了吗？看了。自暴自扣，战鼓出神，真的是绝了！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看的一场。这种人，我跟你说，昨天晚上詹姆斯近乎拿下三双。林登，这些都是给你的信，我帮你拿过来了。谢谢。没事。这么多人给你写信啊？徐墨月，没有人给你写信吗？马一鸣，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呀！臭鸡蛋！你再这样欺负我，小心我告诉孟姐。错了！你不是都不看信的吗？转性了？署谁名了？这么看一眼？苏西。小妹，他怎么不给我写明信片？可能是跟你不亲吧，你是他亲哥，我是他亲哥，没良心，亏了家也不告诉我一声，亏我还给他准备了那么多特产，小白眼。又见面了，同学们，怎么样？假期过得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好，那在上课之前，老师简单说两句。时光飞快啊，一转眼。你们就进入高三了。大家都知道，高三是很关键的一年，但其实高三又并没有什么特殊的，它只是你人生路上的一段而已。高三不需要你殚精竭虑，但需要你全力以赴；不需要你废寝忘食，但需要你咬牙坚持。当然，你们也可以选择放弃，就像大多数人一样。他们可以轻描淡写地说，无所谓啊，就这样呗，反正日子怎么过不是过呢。但脸上的汗水和眼角的泪水，你们总要选择一样吧，是贪图眼前的轻易，还是选择远方的诗意，这是你们当下的选择。好，上课。起立。老师好。好，同学们，下课之前我讲一件事情。根据咱们成郡的传统，为了提高高三同学的学习效率，下一周开始每一周都会进行车轮模拟考试，然后根据大家各科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班式辅导。同学们，希望在考试之前大家可以好好的复习迎接考试，加油。好，下课。起立。老师再见。同学们再见。安静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是不是听完方老师说的话之后，感到了一丝丝对高考的压力？你有没有觉得现在有一种大战之前宁静的感觉？所有人都在蓄势待发，
其实挺让人兴奋的，挺让人期待的。你是正常人类吗？学霸的世界搞不懂。哎，难道你们不觉得其实有点压力也是件好事吗？不觉得。妈，妈，你都不知道，苏小妹她太明显了。就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完成你交代给她的任务呢？都被我一眼就识破了。啊，你都知道了？对啊，我都知道。下次一定找一靠谱点的人，要不然惊喜感全都没了。再说您要偷偷带我去新加坡旅游这个事儿，要偷我护照，就让他那么一搅和，全都暴露了。再者说，您是不是来的有点太晚了？我都已经开学了，虽然您到了，我也很高兴。是啊，妈应该早点回来的。之前威廉一直还小，需要人照顾，妈工作也挺忙的，所以就才回来。对了，我会，你还记不记得威廉？他今年都已经6岁了，他一直嚷嚷着要见哥哥呢。我记得啊，我走的时候他还那么点大吗？我真不敢想他还记得我。他当然记得你了，你们两个都是我生的，血浓于水，他当然记得有你这么一个哥哥。哎，妈，先不说那个，要不您这次回来就多待几天，我可以领着您到处转一转。而且向北市现在变化真的挺大的。妈这次回来啊，觉得变化最大的是你。我有吗？记得你离开妈妈回国的时候，才那么高，转眼就变大小伙子了。哎，妈，要不然明天我请假陪您吧，可以吧？不用了，妈明天要回趟老家去看看舅舅他们。那您什么时候回来看我跟奶奶？等妈从老家回来吧，妈再去拜访您奶奶，好不好？好。等妈回来以后，妈带你去你最爱吃的那家饭店吃饭，应该还没关吧？妈，你还记得？傻瓜，妈当然记得了。好，行了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妈先送你回家，好不好？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走，我把车拿上了。说咱们学校今天公布了京大自主招生候选人的名单，里面就有林东和班长。你怎么有气无力的？我在愁车轮模拟考。那这样咱们就会分开了。那其实我们正常发挥的话，分开的可能性不大，但林东要去冲刺班了。对啊，那这样的话班长也会跟我们分开的。你说学校真是的，干嘛弄这个什么车轮考试？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你什么时候那么在意班长了？没有，我这是互帮互助的同学情谊。真的？真的。真假？哎呀，真的，吃个汤把嘴堵上。我不吃。小花，班长，你面试演讲稿准备了吗？怎么了吗？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着急？来来来，我帮你准备，毕竟我可是拿过演讲比赛第一名的人。真的呀？那当然啦，大家都是朋友。你之前帮我复习了那么久，这次我也要帮你一次。好。林东，你演讲稿准备了吗？差不多了。那个林东，你需不需要设计 PPT 呀？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设计图案。虽然我设计 PPT 也没有拿过第一名。那行啊，我有需要的时候找你。好呀好呀。班长，你现在任务艰巨，我们去那边备稿，不要让他们听见了。
听见了也不会抄你们的好吗？帮我把这些翻译了。这么多，就当是英译中的强化训练了。你知不知道翻译是很贵的？那你知不知道辅导功课也是很贵的？马上开工。吃饭吧。儿子，上一天课了，是不是累了？不累。妈，哎，你是不是没休息好？啊，妈可能是有点认床。哦，没关系的。好。慧慧，多吃点西红柿。妈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西红柿了。妈。我不吃番茄的呀，你也忘了吗？啊，可能是妈记错了，没关系的。那你吃点别的，来，吃点这薯饼，小孩都爱吃。好。啊。妈妈妈妈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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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像美食叔叔现变化挺大的，那个塔原来可没有这个灯光。是啊，小的时候妈妈经常带你来这儿跑的。我记得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在这疯跑，疯跑太多了，现在都给我装柱子不让我跑了。慧慧，嗯，你这两天天天陪妈妈，会不会耽误你学习啊？不会，虽然我知道原来我的学习成绩可能是差了那么一点，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我现在有一个同桌一直拽着我，学习成绩有了一点点的进步吧。而且呢，我在学校呢可是篮球队的主力，身体素质杠杠。怎么了吗？啊，没事。慧慧，嗯，你马上就要考大学了，你也知道，其实新加坡有很多好的大学，你有没有想过？妈，我好像知道你那个意思。可是，我可以经常去新加坡看你们，不是吗？而且我在这边现在生活过得也挺好的，最关键的是，我收获了一群朋友。就我刚刚跟您说那个同桌，林东，他在我们学校学习成绩可以算得上是出类拔萃、数一数二的，而且人还算仗义。最关键我还认识了一个女孩，叫肖小画，人是有点傻傻的，但实际上就是有点傻乎乎的。怎么说呢？等一下，妈妈接个电话。嗯，你去接。喂。什么？那威廉现在怎么样了？好，我会尽快赶回去的。妈，说到之前那个比赛的事儿，我就得给你看看我们才艺大赛的时候的视频。这就是我们之前才艺大赛的时候的那个比赛。才艺大赛呢，是一个全市的这么一个比赛。这上面这个就是我，剩下就是我同学。我们呢，组了一个乐队。玩的就是乐器，然后呢，这个乐队的名字叫天台小分队，主要呢就是你看能看得出来，虽然我的位置在这边，但是我这个贝斯起到的是核心作用，是这乐队的灵魂，而且他们这个乐队就是我。不好意思啊，迟到了。没关系，反正我已经习惯了。不是，怎么还就习惯了呢？我公司是真有事儿啊，我也不想迟到呀。好了，蓝尚锦，我今天找你来不是来找你吵架的。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我今天找你来，是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什么事儿？我想让你帮我劝劝教会。这事儿啊。我呢不拦着你去找小辉啊，已经很不错了。想让我帮你劝他，不可能。我已经去找过我弟弟他们了，他们的配型没有一个是成功的，
现在小辉是我唯一的希望。你不是见过小辉了吗？他怎么说？我没好意思说出口。于丽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跟我啊，都不是那称职的父母，但我是他爸，我得为他着想。他现在有他自己的梦想，最近这段时间呢，我也看到他的变化和努力。高三啊，每一分每一秒对于他来说有多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这些我都知道，可是现在我没有其他的办法。所以这事儿，你得亲自去跟他说，决定权在他手里边，谁也没有权利干涉。班候选人穿的正装，像模像样了。令东，咱们也得穿啊，你不能输。我觉得也是。对，而且俗话说得好，人靠衣装。你要是穿正装，你肯定能考上京大。哎，我就不用了，穿校服就行，反正制服套装跟正装也差不多。不行，人家有你也得有。就是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不准。干嘛？我爸给我买过很多西装，但我没有穿过。我一直认为那是你们这种乖学生穿的。这样吧，这身包在我身上，到时候给你带的。可是林东的身材好像跟你的不太一样，你确定他能穿吗？大差不离嘛，肯定能穿。这样啊，明天是周末，那我给他送到你家去，你先试试。哎呀，我不穿，太麻烦了。有什么麻烦呢？就这么定了。我有事儿，那我先撤。辉哥，你现在就走啊？嗯。那晚上自习呢？这我妈来了吗？我约好了跟带着我妈去吃火锅了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先走啊。哎，别给我带啊，我不穿啊。谁管你啊？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拜拜。我不穿啊。拜拜。班长，你有正装吗？有啊。但是。我的那些衣服好像尺寸都不太合适了，你要是有时间的话，你陪我再去买一套呗。好啊，刚好明天周末，我们明天去吧。好，谢谢晴天。不客气。哎呦呦呦呦！哎呀，你们一个个都帮着林东，那公平竞争，班长也需要呀。明天不许跟着来呀。哦。这么在意班长，还说没情况，都不让我跟着。哎呀，还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啊，防火、防盗、防闺蜜、防笑话。瞎说什么呢？写你的作业吧。来，接着看。刚才说这个第三题，其实蒋波相当的。喂，喂，哎妈，是我。对。那等一下，你就先到店里等我呗。好。好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那我现在出发。嗯。马上到。嗯。我不同意，这种事儿，小辉去了还能回来了吗？我都多大年纪了。我不能让我孙子受这份苦啊！哎妈呀，没你说那么严重，我也不想让小辉去啊。可他毕竟是一条人命呢。你看，小辉跟威廉，他们俩是同母异父的兄弟，他们两个骨髓匹配成功的几率是最高的。那可不是别的地方啊，那是骨髓呀！我一想到小辉要动手术，我心里难受啊。万一有什么后遗症？
你让你妈怎么活下去呀？这不还没去呢吗？再说了，去了也不一定做手术啊。那于丽华，这次回来，你看小辉多开心呐！我一想到当年呐，他说带小辉出国就出国去了，结果呢，都把小辉一个人送回来了。不知道小辉在国外受了多少委屈啊！这么多年，他一次都没回来看我们小辉。他有事儿了，啊，他有事儿了，又找回我们了。现在是小辉学习的关键时刻。上级啊，我不管你怎么样，反正我是不同意。你弟弟威廉查出了白血病，需要骨髓移植。凡是跟他有血缘关系的，都试过了，没有能匹配上的。现在你妈妈所有的希望都在你一个人身上。慧慧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是妈妈太自私了。妈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跟你回新加坡去配型。慧慧，你要不想去啊，谁也不会勉强你，那可是动手术啊。奶奶，没事了，威廉是我亲弟弟，就算我妈不来求我，我也会去的，所以您就放心吧。妈，咱们哪天走，我好收拾行李。威廉那边情况不太好，最好越快越好。好，那咱们就后天走。明天我还有事儿要去办。那个，我在你家楼下呢，你在不在家？我来给你送西装了。哎呀，我不是说了我不用了吗？还真不用了，而且我现在也不在家呀，我现在等着张主任他们给我模拟面试呢。我周一有事儿，那阿姨总在家吧？我妈，哎，哎呀，是，那就是我这样吧，我给你直接送进去，行吧？其实我还有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林东，到你了。哎，你有什么事儿一会儿再说吧。啊，到我了。行。那我就等你回来当面说。这么正式？到底什么事儿啊？哎，等你回来就知道了。挂了。来了，哎，哟，小辉来了，哎，啊，快进来了，哎，好，
哥哥，你看这像不像你？这个才像你。以后我们一起去太空旅游好不好？嗯，我保证永远做你的好朋友。来，你也保证。为什么林东会有这幅画？我爸和我妈又吵架了，他说要带我走。那我们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了？我不想走。你妈如果硬要带你走，那你怎么办？我可以躲起来。躲起来？躲在哪儿？就躲这里，这是我们的秘密基地，谁也找不到我。等我妈走了，我再出来。好，那你可要替我保守秘密，谁也不能说。我们拉钩。整理一下啊，状态，缓解一下自己的情绪，低点下巴，里面衬衫拽一下下，拽一下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要拽多。哎，好好，准备好，准备好，三二一，静明。我觉得还是没有这个必要啊。怎么就没有必要了？面试，试着试着才能试出问题，对不对，徒弟？嗯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静明，林东，有没有什么优点？没有缺点。哦，你要用这个风格是吧？哦，好的，那我知道了。哦，请夸一下你的同桌，辞藻尽量华丽一点。哎呀，蓝静辉，你不要闹了。就开个玩笑嘛。那我看一眼，我已经帮你整理好了啊。往年的自主招生面试问题汇总和我们的答题技巧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会挑几个问题比较刁钻的来好好的考一考你，准备好了吗？迎面初夏的风，阳光早朝梧桐，捕捉顽皮的萤火虫，世界因你不同。衬衫吉他篮球，裙摆长发温柔，至今那是青春年幼，太多片段带不走。你是否抵达梦的路口？是否不再随波逐流？微笑梦想炙热依旧，总有发光的时候。
你是否活得雅各自由，是否能够愈合伤口，明白这段旅途绝无仅有，在许多年以后。衬衫吉他篮球电台呐喊自由，至今那是青春年幼，太多片段带不走。你是否抵达梦的路口，是否不再随波逐流，微笑梦想炙热依旧，总有发光的时候。你是否活得雅各自由，是否能够愈合伤口，明白这段旅途绝无仅有，在许多年以后。